完了，动不了，动不了，完蛋了、啊！我手还没有热啊，第一场遇到日本最强单啊，怎么说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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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了！完了，动不了，动不了，啊不嘞！第一场遇到最强单，妈的变态啊！没招，可惜。其实我觉得还有可能会凹了，嗯，但也有可能他会后后，嗯。可惜，可惜。日本最强单又怎么样呢？插盒慢了，凹你一下。嗯，哎呀，插盒慢了，可惜。没有错，素材到手，最强单又怎么样呢？完蛋！他怎么知道？我去！慢的，其实我没下载到什么东西，我就知道还要，我就知道还要，啊不嘞，哎呀，我就知道你要凹啊，哎呀，软软的呀。对不对？早就说啦。还想凹，在我心理战大师的面前，没有什么连凹两次这种东西的，没有。他现在凹应该会变少了，理论上来说，这个灯凹应该会变少了。你们信不信？我这个灯我就不太防凹了。哎，运气不错，不防哦。嗯，他难道总脚比我快啊 ？OK。第二时间比赛。哎呀，延迟点，他蛮喜欢延迟点的哦。真的，哎呀，这个插盒真美，这个插盒真美。哎呀，完了，日本最强单感觉起来不太够打，感觉不太够打，有没有想法？而且我还第一场而已，我的手还没热，我手热起来之后，他连灯都亮不了，凹你一下，他妈的点不掉。哎，给你，我白血好多，完了被回收白血，干！哎呀，哎呀，他这个好难点呐、啊，完了，他这个好难点呐、啊。第一名快打六，对啊，我时间不够，我打16连胜时间就到了，时间不够啊，不然轻松100连胜吧。哎，我延，哎呀，我刚好也知道他要延迟了。这个人的延迟点蛮那个的。OK。
大概知道了，我这是必定打，必定打哈康。哎、欸，干，刚好，完了。其实我不想凹的。哎呀，其实我不想凹的。别在那边一直按气道，其实我本来不想凹的。叮。日本最强单，我看也是普普通通。嗯，不能用自己的键盘摇哦。对啊，那只能用大摇，还不错啊。以前那弄东西只能用手把而已。我是时间不够，我再给我二十分钟我就超过了，因为第一名才26连胜而已，再给我二十分钟就有了。大陆怎么也有人玩单啊？我今天才把纳鲁都干掉而已，我刚才把纳鲁都干掉。你以为你的单能奈我何？哎呦，他是选一耶，他是选一耶。其实我觉得一蛮强的，很快就可以爆了。我花一颗气，我点，我摔，哈，想不到吧？想不到吧？哎呀，完了，感觉起来是可以直接不要换这手，不要。不要延迟一下，你还敢过来？退个康，防个凹，死了！按，哎呀，早就知道啦，早就知道啦，是不是？哼，马丹这个角色还是偏弱啊，还是偏弱啊。虽然有时候他那个 VS 取消打顺风的时候还蛮麻烦的，但是他的拳脚整体来说不够强。不够强，这对决应该卡林比较好打，理论上应该是卡林比较好打。Round one， 真的难得有卡林，我觉得好打的对决，但这角色真烂。嘿，有啦，你还敢？你还敢 V 闪吗？不敢了，对不对？花一颗气生死折吗？好像生死折，好像生死折。后摔刚好晕，但是他会解摔，但是他会解摔。嗯，好。无你无的啦。用龙准的歌吟，龙准不行啦。塞 Q Q 六 K， 应该要留音质的，可惜。这应该要留音池的，算了，再凹一次，塞 Q 勾六根，哎，这么远，送葬曲也救不了丹啊，这角色不行啊，我都想说送葬曲给他机会，但这角色救不了，真的救不了，真的，你就看这角色多烂，哥都救不了他啊，可惜可惜。